真的跟不少的影视艺人合作过，这个是任重，这个是周杰，也是经常的在一块聚。这个有意思、嗯、这个是网友们 P 的图，这是吴镇宇大哥吧。哎呦，他对这个服装要求啊挺高的，所以当年在那个晚会上呢，这服装很跳眼、然后播出以后没有多长时间，网友们就 P 了这些图，说你们再合作的时候可以考虑这个花样。哎，这创意挺好。我们来看看啊，还有什么照片。嘿，哎呀，怎么演这么一个角色呢？当初作品当时呈现的这个喜剧效果还是挺好的。当然我这头盔我说说吧，为什么叫头盔？它真是按照工地上一个安全帽做的，改良的。一开始那个服装师给人画的图啊，就拿到工厂做去了，也没跟人说这个重量什么的。人家这里边是一安全帽，然后前面是一嘴，这安全帽本身就有分量，这嘴呢又挺沉，根本戴不住，一戴就往前跑，一戴就往前跑。后来他们想一办法，在这后边啊打了一眼儿，拴了一绳子，下边呢跟我这裤腰带拴在一块儿，勒好了。等于我这个身子用着劲儿，把这个嘴给抬起来了。那你这低不了头了，就是低不了头了啊！想的挺好，因为这东西没法试验，演的半截一做动作，嘎嘣好像那个折了是怎么着的，这嘴又下来了。对，所以你看这作品呢，后半程我基本都是远景，没有特写了，整个这脸都看不见了。若彤姐呢，她自己说，当她化完妆以后，面对镜的那一刻，她流泪了。20多年。哎呦，真的。其实很感动。我觉得也应该是这个跟李若彤合作，你才能同意演雕。我估计要是跟我合作，你打死不演这雕。是你演雕的。我也演杨过了，可以。我刚突然看到有一张照片，这太逗，给 P 成这样。对。你觉得他们是树懒，所以就不能快了吗？闪电，闪电，好久不见，见到你真高兴，伙计。我也很高兴。我是动物城朱迪警官，你好吗？我过得好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我希望你能帮我查一个车牌，我们的时间特别特别紧迫。车牌号是什么？29TLD03。29THD03。HD03。D 零三。03。嘿，闪电，想听个笑话吗？不好啊。行了，就这样。哎呦，谢谢李老师。从这儿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啊、李菁给这个闪电配音比闪电还慢。是开玩笑。生活当中是也性格特别慢吗？是有点慢。照片我们不说了，就在这照片相册里面夹着一本这台历。哎呦，还有台历呢。你看这台历的封面哦，是我们李菁老师各个时期各种形象的这个组合在一起的。对，这个您自己还给自己做本台历、这没有没有，是当年这个热心观众给做的，这说明粉丝也特别喜欢你啊，把这个照片都给结集成册。我觉得这个特帅。哦，真是啊，好像很少就在相册里面没见到过这种风格的，就您拍的这应该叫什么写真吧。对，这个是我刚跟我太太认识的时候，我太太呢是女友杂志的这个特约编辑。她呢给我做了一篇采访，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嘛，她采访我认识的嘛，采访完了要拍一些照片放在上面用嘛，她组织的拍的这次。你看这个这翘二郎腿，这一往那儿一坐那架势，您再学一个这动作吧，啊，还原一下，对，这样吗？眼神，注意眼神往下看，眼神往下看，哎，对。